被抛弃，对对，另一半去看蔡依林，啊，你为什么不一起去？对啊，你是没有抢到票吗？蔡依林的票我这边是有两张啦。啊啊，那你干嘛不去？对，你干嘛不出去啊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人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，我们是，我们是，谢谢诺亚方舟，谢谢你们。祝福大家今天晚上都玩得开心，2023年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家，我们是唱。这是我们在2023年里面第一场在正常时间展开的演唱会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之前踩过陷阱。我们很想说，大家在1月1号就是五月天的第一场演唱会，但很不幸的，昨天的第一秒有其他人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夜晚了，抱歉了。但是呢，在今天呢，是在1月1号正式的登船，所以呢，五月天也会在今天为大家留下特别的第一天，好不？先看那边有个黄色布条，摄影师帮我们 take 一下，相当悲愤啊，相当悲愤。我们看到没有？没有，比较长那个被抛弃。对对对，另一半去看蔡依林。啊，你为什么不一起去？对啊，对啊。你是没有抢到票吗？蔡依林的票我这边是有两张了。啊啊，那你干嘛不去？对，你干嘛不出去啊？很浪费，拿出来。我今天晚上没办法去啊。我要是你另一半，我也去看蔡依林啊。不是，那今天晚上谁弹贝斯啊？没关系，还好了。哎呀，那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。对，没关系。不是啊，没有人当 dancer 啦。哦，没有人跳舞。啊，那个被另外一半抛弃，然后去看蔡依林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。就是只能说节哀顺变，不是他另外一半非常有眼光啊。对，是五月天常开演唱会嘛。是。好了，那我们观众来选其他一位好了，因为今天晚上五月天也要抛弃你。对，他被点到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